2023年1月1日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今朝一早起身咧，话天气咧出奇地好，终于冇落雨啦。之前几日咧连续落咗几日雨，今日终于见到有太阳。于是乎食完早餐，我哋就急急脚出发去行下。1月1日啊，哇！今日天气叫做好啊，琴日落咗一日雨。Abigail， 我哋今日去边度啊？行街。行街行边度？周围行下啦，散下步啦，我哋好耐冇出嚟散步，系啊，难得今日咧唔落雨啦，终于。寻日前日落咗一日，落咗几日雨啊？嗰度全部都系琴日。好，我哋周围行下先。由我哋屋企行出嚟一段路仔，有啲屋咧都好似冇乜人，冇人住咁样。都是 new build， 好舒服的一段路。行咗过嚟呢度5分钟 ，Westcroft 其中一边，我哋特登嚟睇下啲屋啊，趁天气好。好啊，喺度上去啊。呢边有小河啦，真系。我哋经过过以前咧，行过嚟呢度咧，去 Morrison Supermarket 买嘢咧，经过过呢度，觉得好靓，都未有机会嚟睇下啲屋。今日天气好啊，嚟过嚟睇下乜嘢啊？系一条小河噶喎，哇，一大片绿色，好靓嘅环境。哇！這個好像是一間 detached house， 好大喎，如果係就一個門口嘅啫。我想有6至7间房至少。嗱，呢啲 detached house 嚟，好大。然後入到嚟入啲呢個位咧，就多啲 detached house。哇！3层應該至少4房啦。環境幾好，哇！呢個屋景都幾靚，環境幾好。靓唔靓啊 ？Abigail， 你觉得呢度 ？Daisy， 系咯，我行到入嚟，原来咁大喎，好多屋。哇，嗰度又有，唔系湖嚟嘅，可能佢有啲好细嘅储水嘅地方。哇，大个球场啊！写住咩啊？呢个属于系 public space protection。哇！行到入嚟，哇！咁大个地方，啲人带啲狗仔嚟玩，系嘛？因为。真系要出去行下咧，发掘到啲新嘢。一边其实有草地，可以去跑，唔要啊？做马路你又，你除低啲嘢先，你摆低个手袋，摆低个颈巾，跟住你可以去跑啦。你跑啦，嚟啊，去咯，1、2、3啦 ，Go！
隻窗。行下咧，我哋又行翻去 Westcroft 嘅 Morrison Supermarket。我哋喺 Morrison， 哇，好多酒賣喺度，即係紅白酒，中意紅白酒嘅咧飲酒天王，啲價錢又平。Chardon 嘅大把，而家喺香港成日飲嘅烤啤啤。哇，多到！我哋特登嚟揾啲紅白酒攞翻，買翻屋企擺住喺度。食飯有時開嚟飲，仲有gin酒啦、vodka 啦、威士忌啦，哇，真係多到咧，你完全逐支試都有排你試。呢邊就紅酒，咁我哋神裏邊咧就有個 cake shop bakery 嘅 section， 啲麵包咧自己喺裏邊 bake， 又係咧好多選擇。不過今日咧一月一號就冇人開工啦，都仲有好多存貨喎。有麵包賣啊！哇！所以你話係咪行超級市場都係一個娛樂咧？我睇晚餐咧，我哋就喺屋企打邊爐喎。昨天就在中超那裡呢買了一支日本的清酒，還有一些打邊爐的食物。我們準備吃晚餐了 Happy Girl， 1月1號晚我們第一次呢在這裡打邊爐、我們都是沒試過在英國打邊爐，又是用回香港的布送了過來。有什麼吃啊？我們有牛肉啦，有豆泡啦，菇啦，胡絲啦，有豬肉啦，有貢丸啦，魚丸啦，陣間還有菜添喎。哇，好正！菜已經在裡面啦。係喎。咁呢，由於呢度有 smoke detector 嘅關係咧，我哋就揾個膠袋咧封住嗰個 smoke detector， 食完飯咧就開，先攞翻落嚟，費事佢哔哔哔咁樣響，係咪啊？好搞笑嘅呢度係。OK， 開飯。佢哋可能會打邊爐。係啊，開飯，我哋飲杯，陣間好唔好 ？Abby 又飲果汁。係啊。OK。牛都幾好食，本地牛，本地豬。仲有呢只豬豬，食得好開心嘅豬豬。最中意食咩嘢？粉絲整嘅胡絲。胡絲。就豆泡，呢度啲豆製品好好食，本地整嘅豆泡。加埋實機，